下目前 S1 的杰克啊，病患、舞女、前锋加小女孩，脆是蛮脆的，打其实挺能打的这么套阵容。然后薄命是病患带，病患带的话，这个救人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杰克这边带张狂的，我觉得这边的话，什么板子盒子全踹了，就抓舞女，抓完舞女以后压着打。琼人这边，说实话，过来，杰克的机会更多。你们想要救舞女，想要打架，我觉得杰克的机会会更大，真的。这局杰克这边带的是个金身啊，对自己的一个抓人是足够自信啊。一刀误刃甩中，好的，这边踩着雾气跟舞女这边卡点，杰克进隐身了，板子一破，因为这边有雾气啊，进隐身很快。舞女这边的话飞轮两秒钟误刃，好，一刀，哎，这飞轮交早了，他的一个飞轮内交的时间点其实掌握的已经差不多了，他知道你这边误认快好了，这边是预判了一波，但是还是早了那么一点点。这个飞轮其实交的没有毛病的，就这波飞轮如果说能够躲掉这个误认，他有可能再进一个交互，然后如果杰克是闪现的就能逼出闪现。这边他误认 CD 是好的，这边我感觉这人救不下来啊，外面两台机在看，两台机都在动，那知道想少年，你这还想救人？看看，哎呦我天哪，这一刀，这一刀好难受啊，这给他躲掉了。但没关系，我觉得前锋可能会过来拉球，我觉得前锋可能会过来拉球。前锋的机子修完了，这个时候你要是前锋会怎么样的，对不对？我队友舞女这边正深受危机，来镜头给到前锋，翻箱子，这么淡然吗？带了瓶香水过去，镜头给到前锋啊，我们这边锁定前锋啊，看啊这边第一节课能不能拦住。顶香水过，这刀误刃扭掉，好的，那这样的话救下来，但你救下来这边扛一刀才行，扛一刀回身捡球，待会儿再过来撞，这么秀吗？我镜头就锁定这个前锋，前锋这边也是就看着呢，舞女这边还没倒来了，这里杰克这一刀也没挥到东西，再来撞，漂亮，断掉了隐身，小女孩附身，外面的话病患45的机子，我的个老天爷，这一波我感觉前锋有机会能撞到，但是被纸片弹开了，舞女这边滑步走，纸片再来顶，哇塞，隐身杰克就这么撞的，啊，这打完翻盘了，四人开门战了，我你这边这一刀误刃，哎呀，刚好一辆车拦住了，要不然一刀误刃也飘过来了。人生总是事与愿违，这句话好像感觉说给的是杰克听的呀。这三跑了，哎，这盘活了，我是真没看懂啊。这局穷者打的也忒好了吧，这个前锋这一波操作那不得是上紧急的吗？先香水过去救人，救完人扛一刀，扛完刀捡球再来装。